南韩海岸警卫队一艘军舰星期三抵达印度南部的钦奈海岸，参加两国联合演习，演练反海盗行动，提升两国海上合作关系。南韩海岸警卫队3009号军舰和印度军舰海上哨兵号将会进行各种演习操练，这次联合演习将会持续到6月11号。这个是韩印两国海岸警卫队第五次联合演习，演习将在钦奈外海孟加拉湾举行。南韩海岸警卫队3009号舰长金大灿说，他们期望学习了解一些技术性的东西，他们要进行反海盗的演习，希望通过这次演习加深友谊关系。这次南韩和印度海岸警卫队的联合演习项目包括快速移动船只演练展示、直升机救援作业和情报监测作业。